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。 今天我会和你们介绍我们艾克罗的第六代苹果干细胞。这个产品里面呢也有 natural antioxidants， 它能防止头发脱落，而且呢我们的产品呢是可以恢复肌肤弹性的，加上呢我们的产品呢也有 anti-aging 的 effect。 我自己本身也有用这一个产品的，过后呢我是每一天都有用，大多数都是就我化妆之前用，就看到我的皮肤没有那么的干燥。过后呢我自己本身身体就有皮肤敏感的，然后用了过后就觉得就没有那么的痒，就觉得比较 moisturize。 首先呢你就不用挤那么多，就一次就够了。然后呢我呢就会 apply 在我的 lim glands， 你只是慢慢的 massage 它，就等它干了过后，其实五分钟过后你就会看到它的很明显的效果了。我会非常的 recommend 大家用我们的 beauty serum， 是因为呢它拥有natural ingredients 呢，最重要它可以在短时间里面看到很大的效果。谢谢。